家好，欢迎来到超温暖的超萌滚滚秀。话说最近奶爸奶妈们开启了全新的教学课程，这样美好的事情怎么能少了我们？一起去看看吧。话说已经上课了，一位团子却迟到了。奶爸奶爸，快放我进去！奶爸你在吗？我迟到了，但是我还是很想上你的课。奶爸，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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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们咋出来了？这节课改上体育啦。冲啊，上体育课啦。当然上体育课的时候，团子之间也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摩擦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我打不动了，奶爸救我，奶爸救救我，奶爸，哎呦，你咬我干嘛？叫你不帮我，哼。当然打斗是不好的，团子之间还是应该相互帮助。啊，这棵树是我的，不可能。哎呀，同学快救救我，我打不动了。我来了我来了，挡我。哎呀，跑偏了。哎呀，跑偏了。跟团子们一起上课，除了要可爱乖乖之外，还必须要懂他们的手语。看看。团子早上好。嘿，奶爸早上好。你还记得我们的手语吗？没问题，来吧。表现不错哦，奶爸。放学了，该今天的值日团子们打扫卫生了。不过想想要把扫把交给这些优秀的团子们，感觉有点危险呢。估计场景应该是这样的吧。还是自己打扫吧。